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总结了，所以呢，我们将邀请我们的 President Joanne Lee 来跟我们谈谈啊，给他在这一方面呢，他的很多的心得，他能够给我们更好的指引。OK， 那么我们现在呢，邀请 Joanne Lee。Joanne， 请。谢谢秀妍老师。我在车上哦。哦，我看如果打开，你们看到我吗？啊，你还在我吗？有看到。嗯，哇，有心有心。呀，大家好。好。哦，又是我们的星期二，又是我们的这一个TrueYou 线上的这一个 homeparty 哦，很开心。哦，每一个星期呢，我们就举办了这一个家庭聚会，而且呢是属于线上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呢，我们都处在这个新常态啊，就是把以前在线下所做的这些活动呢，都把它搬到线上来了。所以呢，我们呢真的要很庆幸，也要恭喜自己哦，因为呢，我们可以说是跟上潮流啊。跟上这个新常态的一批人了、啊、哦，先恭喜大家。那么呢，再来就是呢，讲到这个 TrueYou 呢，哇，就更加不得了了。那我们都知道呢 ，iCar 已经成立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里面呢，公司都不断的在开发做非常非常棒的这些产品呢，来让我们发展我们的事业，也让我们呢可以扩大我们的这一个领域啊、哦、那么呢，最近呢，这个非常火红的这一个DNA test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TrueYou 呢，也已经正式的面试了哦，就是在11月11号，刚才我们的 Catherine 跟我们所分享的哦。11月11号的时候呢，正式面试了。那么呢，在这里呢，也许也要想让大家更加的明白的呢，就是其实这一个 test 呢，它不单单只是一个 test 而已，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呢，更精准的去了解自己，照顾自己，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就是呢，可以真正的让我们呢，拥有啊这一个真正的这个我们的这一个健康，从健康出发了。我觉得呢，在 COVID-19 之后呢，很多人都对健康有了更强烈的这一个意识啊、哦、所以呢，这个 DNA test 呢，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啊。所以今天有了这个 TrueYou DNA test 呢，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好消息，然后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福气。因为呢，我们跟着爱康的这个脚步呢，我们总是在整个市场上呢都是在领先啊、哦、那在整个传销界来讲呢，爱康可以说是第一间的传销公司，把这一个 DNA test 呢正式的带入了我们的这一个领域里面啊，就是在网络的这一个领域里面呢，我们是第一间来去创造，可以让每一个人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络行销呢，来去把这个 DNA test 呢传达给更多的人，而且呢也可以传达给更多的这个国家了哦。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发到45个国家，让我们可以用类似今天的这一种线上的这一个方式呢，来去传达我们的这一个事业，我们的这个产品，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机会了。那么在这里呢，还要再一次的呢，就是让大家更清楚的明白哦，刚才我们的碧如老师跟我们所讲的这个蓝海策略，可以说呢，其实好多的产品当它一开始带到市场的时候呢，它可以说是一个蓝海策略。不过呢当我们没有去把握到这个蓝海策略的时候呢，也许是一年两年三年后，这个蓝海策略它不会永远在蓝海策略的，它也是有这个时间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现在的这一个时机啊，这个蓝海策略的这个时机啊，可以说这个 DNA
因为 test 呢正是市场上呢非常新，而且呢也将要成为了这个市场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种关于保健关于健康的这一个知识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管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蓝海策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把握这一个机会。再加上因为 COVID-19 之后呢，这一个网络行销，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网络行销啊，就是这一个呢市场呢也是可以说在这五年里面专家已经分析出来了，通过了这一个新常态呢，网络行销也将成在这五年里面也将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网络行销可以说它已经是在整个市场的领域里面呢也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呢在五年里面，从现在的这个190个 billion 的这个 turnover 呢，在五年里面这个网络行销的这个 turnover 呢将要来到650 billion 的这一个 USD turnover。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哦，网络行销它也是在新常态之后呢，它也成为了蓝海策略。也就是说今天大家所参加的这一个 TrueYou homeparty 呢，我们是 double蓝海策略，就是 DNA test 也是一个蓝海策略，我们用网络行销来去发展这一个 TrueYou 呢，它也是一个蓝海的这一个市场了。所以呢其实今天晚上你已经证实了，也已经进入了这一个双蓝海策略。哎，这个不是每一次都会发生的事情哦，那么现在呢就正在发生着了。所以呢这个 TrueYou 大家呢如果还没有 test 的人一定要马上快点去 test， test 了的人呢也一定要把它掌握起来呢，马上快点的去跟更多的人分享啊。好，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 test 再加上我们的这用这一种模式哦，网络行销的模式呢，我们可以说现在是双蓝海策略的这一个机会已经在我们的手上了。今天你来到这里呢，你也已经听到了这一个消息了。我也希望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发光发热哦，真正的成为了我们的这一个新产品、新市场、新领袖、新的这一个明星，好吗？好，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可以让大家有更明确的这个目标，而且呢，也更了解我们的这一个整个蓝海策略的这一个好的这一个机会啦。哦，那么马上联络把你带进来的这个朋友，来跟他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这一个双蓝海策略，好吗？好，谢谢大家。那么我再把这个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好，谢谢 Joanne。